这么说，连我也不相信了。果然要查。啊，秉公办案一视同仁，凡可藏人之处，均需查验。老员外这里查了，再查别人，便无话可说了。你老说是不是？好吧，那任凭县令检查。使不得。夫人有何难言之隐？不。 老员外，这墙壁是空心的，是不是就在这里边？这块木板下面有缺口，可以开门。好，乔太，挪开，来。这儿，来，打开。哎，哎。 这是我银库里的东西，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的夫人呐！哎，老爷子，你还问我呢？倘若不藏起来这一点儿。 迟早让那小妖精全骗去，到时候我还能得到什么呢？员外夫人，哎，多有打扰，告辞了。小太，走。哎，大哥，哎，算了算了。哎呀，狄县令。 昨夜我嗜睡着了，可我睡觉很警觉，一旦有动静，我立即就醒了。那凶手绝不可能把小姐的尸体移到我的房间呐。二员外，我要是不查一下，那也说不过去吧。狄县令啊，你来了以后查来查去，查出来什么呢？倒查死了两条人命啊！你不必生气，本官如若办案不力。 自有责任，但是有案不查，责任更大呀。可是该查的地方都查过了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查的了。哦，二员外，这么说，你自己已经查过了，或者像夫人那样，也在使用暗示？不，我只不过放了一些个草药。 有备无患嘛？啊，那更不必怕了。走吧。啊，哎呀，县令，县令，我请。哎。 二员外，哎，哎呀，你这才叫耽误功夫呢！开门，开，请。二员外，在哪儿呢？是啊，在，哎。
在楼上。那是小人存放草药的地方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那我上去看看那草药也无妨啊。小太在，搬梯子。是。可是二员外，得罪了。刘总管，帮个忙。啊好。哎，县令，你看叫，二员外，请吧。哎，哎呦，哎。狄县令，你听我说，哎，狄县去，哎呦，哎，别别，哎呀，这都是草药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李县令是来查云凤的，我那箱子里能放人吗？小姐，我自然会查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你们庄内还丢掉了1500两黄金。这，打开。哎呀，这县令别，小太在，瞧瞧。是。哎，好，我开。哎呦，我开。让开啊！来。哎呦！你这里有多少黄金？500两黄金呢？还有1000两到哪里去了？这是从实招来。哎呀，狄县令啊，我只拿走了500两，其他的都没敢动啊，一事也搬不走，我全是实话呀，狄县令啊。这么说，你拿走了500两，这1000两还在柜内？是的。你何时拿的？可被翠菊看到？我是趁昨日中午给大哥看病的时候取出钥匙，取出金子以后，傍晚回去看大哥，就把钥匙放到原处，其余的事一概不知。你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，哪有偷金子还要剩下的道理？翠菊是不是你杀的？没有啊，天地良心呐，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金子。我们毕竟是兄弟呀，我只是看到大哥宠爱翠菊，我心里有气，我哪敢占他的全部黄金呢？我更不敢去杀人呢，望县令明察。明察？若非查到实据，你会承认吗？故此，我对你说的供词只能半信半疑。刘总管，小太在，把金子抬走。是。这来，哎呀，县令，我看张翔和二员外最为可疑，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，也许我们已经抓住了要害，要不他们为什么几次要加害于我们呢？凶手是害怕我们找到小姐和金子。我看主要还是小姐。可是
小姐藏到什么地方了呢？大人，大人，黑虎团又杀到门下。哦，走，去看看。向金臣便献上金子的，谁知金子昨夜失窃了，正在寻找，请代王宽限数日。休要啰嗦，要是今日拿不出金子来，别怪我路标无情，欺师骇客，杀入庄内，鸡犬不留。大人，小人内急，去方便方便，二位先走一步。啊，去吧。哎，告辞，告辞。跟着他。是。些石块木雷，加强防御。庄内能搜到的都在这儿了，要是不够，就只有拆房了。快走啊！走！必要时也得拆。走！快撤吧！撤！张翔那家伙进去好半天才出来，后来又把门锁上了。他骗我们说内急方便，自己却去了那个小院儿。那院里肯定有勾当。他每次出现的时候总有点名堂，说不定是不是？走。是。县令这边。嗯。这边看看。好。看，就是这座楼。县令，你看，这儿显然有人在藏过。
还挺香的。存放食物干什么呢？是不是小姐啊，有什么名堂肯定在这附近，再去看看。是。小姐被刚刚转移到这儿来的。小姐死而复生，怎么回事？那只有等她醒过来再问她了。云凤，云凤，小姐，哎，把绳子解开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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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。殿下穴位，小姐，云凤，我这在哪儿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翠菊她不会来了。为什么？她出什么事了？你会明白的。怎么样，可以走路吗？啊，乔太，来把她背下去。是。来来，哎，哎呀，这不是云凤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小姐找到了。是啊。哎，怎么不见张翔啊？张翔在城楼上值守呢。啊，好，您把小姐送回房间吧。哎，快点，快点。大人，张翔啊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正在吃午饭，听说您找我，我急忙赶来。刚才你不在城楼？这不是刚来？有人推下巨石，险些又要了我的命。什么？明明是你值守，不是你是谁？大人呐，并不是小人值守。要不该你值守，那么该谁？李三。啊，不不不，周成。也不是，可能是由二员外和刘总管。刚才黑虎团袭扰你，叫我上城楼，你却称内急去了何处？哎，我啊，自然去了茅厕。怕是去了秘密之处吧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我不懂。张翔，从你方便之处找出了小姐，你还装糊涂？小姐，哼，小姐。真的在那地方？你还不从实招来。大人，小人确实去了那座独宅小楼。小姐可是你藏在那儿的？不不不，绝对不是我藏的，我去找小姐的。
不是你所藏，为什么你找到那里？你为何又谎称内急偷偷前往？我说，我只知道那里小阁楼可以藏人，可我去了，确实没有人呢。你推得倒干净，反正小姐还活着。待我问过了她，我看你还如何扯谎。带走，走。大人，我，大人，大人，您听我说呀，我确实没去。小台，打开棺盖。是。小姐还十分伤心。县令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与翠姬情同姐妹，岂能不悲？是啊，你们确实情同姐妹，连棺材也轮流使用。县令说什么？我也在这里躺过。你真的一无所知？好，那我来告诉你，昨日中午你突然死去，就将你放在这口棺材里。当时翠菊也和你一样哭得十分伤心，可谁知今日早晨这口棺内的你不见了，却换成了翠菊。是谁这么狠毒杀死他？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。问我？我怎么会知道？这凶手很神秘，他先弄死了你，然后杀害了翠菊。奇怪的是，你活了，翠菊却死了。哈，我想这凶手一定就在汉家营，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。我熟悉的人？这白裙子是从你身上脱下来套在翠菊身上的。你死的时候是翠菊给你整理的衣裙，你们既是多年的姐妹，那现在请你给她也整束一下吧。嗯，云凤小姐，你有可能就是杀害翠菊的凶手。你疯了？我怎么会杀死他？二叔，狄县令，你今天查我们这个，明天查我们那个，合着我们全家人都是坏人？本官判断从来是有根据的。愿闻其详。这蝴蝶结只有你和翠菊会系，翠菊被杀后只有你能够给她穿上这件衣裙并系好蝴蝶结，因此你至少是帮凶。就凭我会系蝴蝶结就断定我是凶手？当然，系蝴蝶结并不能作为杀人的证据，但是却暴露了你的马脚。你与另一个凶手其实就是你的情人。你之所以抗婚，
也就是因为他。越说越离谱了。一点也不离谱。汉家营几十年来没闹过匪患，偏偏小姐你出嫁的时候，黑虎团就出现了，这难道是巧合？黑虎团提出要金子，金子便不翼而飞，这难道又是巧合？我派人去给官兵报信儿，就有人在城楼上射箭给盗匪，这几件事都是一个人在暗中策划的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得到小姐你并谋夺家产。你还是没说他为何要杀死翠菊。翠菊怀有身孕，她怀有周家的骨血，万一她活下来，无疑是你争夺家产的有力的对手，因此你们在昨夜就把她杀害了。都是编造，没有根据的编造。我开始寻找你的藏身之处，曾多次遇险，因为你害怕我找到你揭破阴谋。可是县令大人，事实上你说的我一无所知，从昨天中午到刚才被县令救下，我一直不省人事，手脚还被绑着呢。你又露出了破绽。什么破绽？刚才小姐说吃药以后便睡了，一直不省人事，但你如何知道你的手脚被绑着呢？我和乔太是在你醒来之前就解开绳子了。这我分明是你俩约定绑上手脚藏于某处，倘若被发现，可谎称是被人绑架一无所知而逃脱罪责。可是县里所说翠菊被害之事我确实不知道啊。但你有一个情郎，你不会不知道。请小姐告诉我他是谁，这可是本案的要害。不，我没有啊。哎，小姐。禀报县令，黑虎团又来了。哦，为什么没来？快去叫他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自本官来到汉家营以后，我就发现此案与周员外的巨额家产有关，因此我设想了几个嫌疑人：抗婚的小姐，妒忌的夫人，贪财的二员外，受宠的丫鬟，精明的总管，
甚至有暗恋小姐的管事等等。在我路经此地，黑虎团截教的当天，又有人射箭给黑虎团通信儿，这就证明了汉家营内部有人勾结黑虎团，而我的到来则打乱了这位仁兄的计划，于是此人不得不另外采取行动，诸如令小姐假死失踪，又杀死丫鬟翠菊，并多次加害本官。请问县令，此人是谁呢？此人既然把宝压在黑虎团的身上，那自应由黑虎团的头目来解答。来人，有，把路标给我带上来。是，走。跪下。路标，你说汉家营内谁与你勾结？说是谁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陆某今日落入你手，愿杀愿剐随便，让我出卖朋友，哼，妄想。你说不说？你倒是像条汉子，只是你的朋友貌似聪明，可做事漏洞太多，早已露出尾巴，其实用不着我去猜，此人射给你的书信也能证明这一点。哼，这是没有的事儿。哼，就算你不招供，还有人可以指明凶犯。是谁？哼，是谁我暂且不告诉你。来人，交代，给我把他押到后院。走，稍后再审。放开我。走，快走。县令，这其实此人也并不难断，只需符合两点。其一，此人在汉家营的地位较为特殊，可以自由出入各个地方，掌握各房间的钥匙。其二，此人与小姐云凤有暗中相恋。这以此推断，你说嫌疑范围还能有多大呀？啊，如此说来，嫌疑对象那就是刘凯和张翔员外。啊，县令，刘凯随我多年，为人谨慎勤奋，料理事务有序，我待他也不薄，他怎么会？而张翔他，这员外，你请坐。哦，是啊，刘凯做事还算是缜密，一时还没有破绽，而张翔行为诡秘，且令人生疑呀，故而我偏重张翔，但是也不能排除和放松刘凯呀，甚至我曾经想二人是否同谋，紧接着就有几个疑点印象刘凯。翠菊曾经说过，小姐和二人接触眼神异样，有两个人好像小姐待他们不错。是谁？管事张翔和总管刘凯。若他所言非虚，就有可能小姐虽有意在他二人之间选择佳偶，二人也可能有益于小姐，而我问到二人时，张翔坦然承认了钟情于小姐，而刘凯却矢口否认，推脱得太干净了，反而令人生疑呀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刘凯说张翔善射，而张翔否认。另外，
刘凯说张翔在城楼上值守，张翔又否认，这二者中必然有一人撒谎，撒谎者必然是嫁祸于人。乔太，在押上来，走。哎，怎么是忠诚啊？跪下，请大家肃静。哎，肃静。现在请张管事给大家说一说。我见黑虎团兵败，便下城来探望小姐，担心小姐的安危。自从小姐出事儿，我便发现周成可疑。刚才见他溜下城楼，就暗中跟随他，来到小姐闺房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哎，住手！哎，哎呀！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没事吧？没，啊！住手！哎啊！哎呀！多亏乔长官赶到，才救下小姐来。周成，我想你没这个胆量去杀小姐吧？你老实说，是谁人指使？说。是刘总管。你这个奴才。刘凯，你偷杀小姐，我跟你拼了。我刘凯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啊？狄县令，单凭周成、张翔一面之词就能定我杀人之罪吗？刘成，你说你是怎么转移小姐的？开始我将小姐藏在闺房阁楼，刘总管还怕县令查出露出马脚，令小人转移到都宅旧楼。刘总管与小姐有私情，他说待黑虎团洗劫韩家营后再与小姐继承家产，答应我事成之后得金百两并当总管。我正要将小姐再次移走，却见张总管走来，我也就只得将小姐再送回旧楼，藏入草中。那么刘凯指使你在城楼上干了些什么？那天夜里，周良带县令手下马荣、陶干出城，刘凯便从库房取出弓箭，令我给黑虎团报信。后来罗天被抓，又险些败落。刘凯说，县令一定已经看出了破绽，不可不除，便一不做二不休，要我设法加害县令，放暗箭、推巨石、巨楼板，并且嫁祸于张翔。这都是周成所为，我冤枉了大人。老爷，这都是刘凯指使我干的。那么翠菊又是如何而死的呢？周成，你说。那天夜里，刘凯叫我跟他去找翠菊。谁呀？翠菊。啊，刘总管，有事吗？老爷病了，想让你去看看他。哦，好的。咱们走吧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刘凯，你竟然如此狠毒！员外老爷，这都是周成、张翔记恨您对我的信任，与敌共谋陷害于我呀！你这个贱人！
这是你要的那封信。刘凯，这就是你写给黑虎团的两封信。你勾结黑虎团，谋财害命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再问你，你有心与小姐结成眷属，何不明媒正娶，却要耍阴谋诡计呢？我取得小姐的欢爱，欲用婚姻改变地位，员外却将小姐许聘他人，我不得已与落草为寇的同窗好友记忆谋取周家巨财，小姐不愿嫁给杨家，我联络黑虎团拦截花轿，意在阻挠婚事，其余藏金之事都不敢让小姐知晓，所以我给她服下迷魂散，令其昏迷如同死去。翠菊之死的确因她怀孕，我本想装神弄鬼吓掉孩子，但几次未遂，只得出此下策以除后患。我本来并不想杀害小姐，只因小姐被县令找到，害怕她供出我来，为保全自己，我不得已杀人灭口啊。破釜沉舟，铤而走险。非我不能啊，实乃天不助我呀。你这种人总是自以为聪明，却利令智昏，处处露出破绽，等事情败露之后，就推责任于老天爷。其实老天爷岂能助恶，纵火者必自焚，这是人世间的法则。来啊，在将人犯押回县衙，一律处置。走，快走。区区小事有何足挂齿啊！哎，哎呀，诸位，留步，留步！若非狄县令相救，汉家营岂有今日啊？狄公再造之恩，没齿不忘啊！狄某有何德何能啊？只不过是尽职而已。啊，你等是大户人家，吃里羹，独门第。若是能够谦恭礼让，勿叫铜锈亵渎了亲情，这样岂可太平无事了？说的是，我再送你一句话：古人云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啊。狄公，老朽永生不忘。哎，免礼，免礼。哈，狄某。告辞了。哎呀，领导，好。